想你的时候问月亮，来，准备好，温柔的歌。谢谢大家人气票，我们一起冲一冲人气票，来冲一万人助力来。想你的夜晚总是很漫长，小小的冷风还带着寒霜，远隔千里你身处在他乡，苦苦滋味我独自去品尝。你的月亮思念它有多长，你是否也会把我去守望，无法忘掉你旧时的模样，苦苦滋味带着淡淡忧伤。相思的泪是在不停流淌，只有默默地遥望着远方，把那相思的苦深深埋藏，等你在那曾经的老地方。亲爱的你不知现在怎样，也是人聚是是否把我想，月亮恰似你的甜美脸庞，我想你的时候我只能问月亮啊。这时候我只能问月亮啊。这个灯光怎么配合的这么完美啊，啊，这个灯光最后的时候我感觉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，这配合的太好看了，太唯美了吧。来，我们总得夸一夸咱们的。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，沉沉离别背在肩上，泪水流过脸庞，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。谢谢欧林哥，咱们我们一起走走人气票，一起冲一万人助力，还没到一万人助力，听歌听傻了。谢谢加送人哥哥送的人气票。夜里在何方，双回头映着你的笑脸，心事却都被你发现，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。哇哦，家人们，我们好听，公平滚动起来。好听吗，家人们？啊，有人说笑死了啊，这么好笑吗，唱歌啊。谢谢现场的朋友们给我的掌声啊，感谢谢谢心态平衡，还有加送人一束光冰冰宝盒。我要转型了，放心，我不是转电商主播啊，你们老是想哎呀唐毅要转型了，要转电商主播， no， 我肯定是还是以内容为主的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一直在做户外大舞台嘛啊，就是一直是说
啊，去到各个地方去做文旅推荐呐、啊，然后去搭舞台呀、啊，啊，现场人山人海啊，我们去唱歌啊。其实我在想，我真正的没有做到，就是其实我们说是说拿了别人的文旅推宣传大使啊什么的，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深入下去，好好的推广他们的这个的美食啊、美景啊、美那种美好的事情啊，都没有好好推荐。所以我想的是，我们接下来明年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深入去做这个事情啊，可能形式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，可能就不会是那种、超大的舞台，下面好多人呐、那种啊大场面 DJ 歌嗨起来，可能我们整个都会改变一种形式啊，改变一种形式。反正我也不知道我那个形式呢做出来还有没有人看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我是会花，我也没有人，就没有人来那个啥啊，就是自己花钱做这个东西，自己来贴钱做，就自己想创新一下吧，想创新一下吧，做一些事情吧。所以呢，我要跟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所有的粉丝们说，如果你们想推荐你们的家乡给我的话，你们可以给我发私信好不好，譬如说告诉我你的家乡有什么好的地方，就是可以让我们去深挖的一些景点啊、美食啊这些故事，我就希望你们能够就是联系我好不好。大家都知道我的主页上面呢都有这个联系方式啊，你们可以联系我啊好不好。我们都支持你啊。这是谁送的礼物？乔维佳啊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乔维佳送的抖音号，感谢。成都为什么你们要说你推荐你的家乡，你的家乡是有，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家乡有什么好的景点、好吃的东西，我们想去体验一下啊。今天我穿了这个，我不想要这个礼物。谢谢成都二奢啊，小海洋，还有月城啊，还有。你这字我都不认识，啊，咸里透甜啊，天命还有夜空，谢谢大家礼物，感谢感谢。青岛，来吧，全国走个遍，好吧，明年一年都在路上，好吧，都在路上。那我们接下来来一首，给我看一下有什么歌，拉一下人气票啊。不太想了、我这样说是不是不太好啊、拉来人气票，我们还没送呢呀，你一起冲一万人，兄弟，已经一万了，已经一万了、那我们就再来冲两万人，兄弟，人气票，人气票冲两万人，兄弟，来来，我就跟他说一下，来，你们不拿人气票，拿了人气票，不整断了，我的思维全部断掉了。因为我发现现在抖音好难，就是你发现吗？就是你如果单一的这么唱，就一个人更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带的团队在这里唱死唱活，好像大家也不是很感兴趣了。我觉得，就是我纯粹的这种才艺表演，其实大家已经看了太久了，对吧？是吧，家人们，看腻了，对不对？反正我这唱人气一直掉，对，唱死了都没人看了，真的现在是。现在孩子大，还是更加喜欢热闹点的节目内容啊，是不是？来，接下来我们再来一首歌，哈哈，人气榜一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人气榜一啊？我们现在在人气榜的榜一位置，就是我们人气票现在第一名啊。对。是吗？我们现在是第一名呢，家人们，底下不会有人投塔吧？等一下不会有人投塔吧？现在还有15分钟，当前才12万人在线，不想干。来，我们人气票一次，一起送一送，来一首歌。谢谢沙滩暖阳，还有残雷加送人，谢谢大家。保持第一名吧，那就好不好？那就保持第一名吧。接下来时间我们唱一首问心无愧最自在，来，准备好，咱们做人就是这样，问心无愧最自在，来，一直聊，这调的不行了，来。
在想做啥？滚！家人们，这才是我班人气票。好，不耽误，从你今天选的是你了，要不要？什么无奈？说什么天安排？命运应该自己来主宰。说什么活该？说什么被未来？一切都靠自己才精彩。日出日落，一代又一代，经过多少成功和失败，花谢花开，不会再感慨。想做就做最痛快。担心好与坏，问心无愧最自在，和我一起来来来来才精彩。说什么天安排，命运应该自己来主宰。说什么活该，说什么未来，一切都靠自己才精彩。日出日落，一代又一代，经过多少成功和失败，花谢花开，不用来感慨。想做就做最痛快。啊，朋友啊，不用担心好与坏，问心无愧最自在，和我一起来来来来才精彩。来，家人们，觉得老板唱好听，我们就把好评通在公屏上。谢谢一北，把歌词弄出来。日出日落，一代又一代，经过多少成功和失败，花谢花开，不用来感慨。想做就做最痛快。啊，朋友啊，不用担心好与坏，问心无愧最自在，和我一起来来来来才精彩。看那路上影子在飞翔，我要陪你去游荡，听鸟语和花香，把自由的歌与你分享。情歌悠悠爱飞扬，黑夜不漫长，路途曲折梦滚烫，陪你到天荒。情歌悠悠爱飞扬，把你放心上，不管山高水多长，有爱就会有希望。
下午录的走的问题。不是。嗯。啊，录吗？不是，那我剪刀。我要陪你去游荡，沐浴红花香，把自由的歌与你分享。情歌悠悠爱飞扬，回夜不漫长，骆驼吃着梦滚烫，陪你到天亮。情歌悠悠爱飞扬，把你放心上，不管山高水多长，就会有希望。哎呦，谢谢现场给我的掌声啊，感谢。那我看看有谁啊 ，Mr. 图，还有谢谢伟哥，谢谢月纯，还有不辞常作蜀中人，还有平安姐姐，谢谢嘉欣。送五二零600张一千送，我今天就不让他偷，今天不跟他偷。来嘉宾只有两分钟时间。今天不跟他偷。你有没有看见我手里的眼光现在？一千四十人去，我不跟他偷，不跟他偷。来，每个人打满600张好，我就不信今天还能偷过我。他偷过我的话，我就打死他。今天偷过我，打死他，一起守住第一名。来，咱们一起守塔了。每个人都送出600张，我从来不让你们送，今天必须抢，争这个面子。永远不会轻易的失败。我们一起打满，今天我就要争这个面子。来，下方的礼物栏打开，第一个礼物人气票，一起送出600张。今天不让他偷成功。来，最后50秒钟，家人们一起冲，一起守住。我今天就不信了，我今天就不信一人送600张给他打满，不给他偷。好险啊！30秒，来，我们一起守住。快点守一下，家人们，所有凝聚起来，2113一起凝聚起来，今天咱们就要第一名，咱们今天就不让小鬼偷，就不能让他偷，不然他要跟我斗手。最后20秒钟，20秒钟守住，守住，一起守。第二名啊，拿下第一名。我要做你第一的光，为你亮，让你看到希望在身旁。谢谢新一圈，谢谢王亚三妹妹，家人们，谢谢第一的光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太好玩了，你知道吗？超刺激啊，超刺激！差多少？刚刚差100万人气值，好像差了100万，他偷啥呢？他，我还以为只差了19、20万呢。哎呦，差这么多，原来！家人们太给力了！那感谢大家。当当当当切一切，当当当当切一切，来一首歌庆祝一下，家人们，来一首歌庆祝一下，谢谢我的所有家人们，我爱你们，太爱你们了。这种时候不是很多的，家人们啊，我争第一名的这个时候不是很多的，家人们啊，来准备好，来跳舞，来送给我，哎呀，家人们一起狂欢，来准备好 ，Are you ready？ 什么？不要这个。海蓝姆老师的 DJ 版本，升四个调，来，准备好。哎，咋这么慢呢？你有没有？没有，你就告诉我没有。你跟我沟通，有没有？老板好像没有，老板。
那没有 DJ 版就不要 DJ 版，原版了，原版海盗木的时候 DJ 原版四个调，来准备好，要这个金色的灯光，来准备好，来跳舞。送你璀璨的星河，送你暖暖的春风，送你红红的山果，送你不败的花朵，送你万顷的山河，想问你的一颗心，什么时候交给我，骑上我的小骆驼，带你。问你没变那个山流水切一切，却想缺的切一切，世上的人这么多，恰好是你切一切，清风明月切一切，桃叶群马切一切，世上的人这么多，恰好是你切一切。欢迎大家回家休息，不说唱这个好累啊，谢谢。天啊，谢谢天命啊，谢谢天命啊。唐老板好看，哎呀，谢谢夸奖，谢谢夸奖啊。就是我知道我自己，妈呀，家人们真的，因为我的节目还没搞完，我还没连，我一会儿再连他啊，好不好？我没有，就是跟小鬼之间没什么节奏的啊，家人们不要那个想啥啥玩意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有一个。什么老寡妇啊，你寡你全家都寡，来有个小伙子，来刚刚那个零零后的小伙子，他说他要唱一首歌，我看看他要唱什么歌，来准备好。有个小伙子说要唱一首歌啊，哎呀我的天哪，伟哥找你开下门，你等一下，我节目还内容还没完呢，一会儿连打完以后我就只能下播了，家人们啊，来，你咋搞这么久呢？你这个小伙子，零零后的，这么磨叽呢？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一般呢，在我的舞台里知道的啊，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别打招呼先，来我的舞台里知道的，一般都要在台下唱了，大家说同意了你才上来的。那今天你都来了，就只有你一个人唱，哎，只有他一个人唱了，你会唱啥歌？我。你戴上耳机呢，两个耳机戴上，你怎么不戴？怎么听得到我声音呢？听得到吗？声音？听得到。听得到。啊，你要唱什么歌？唐总，我发现你的粤语很溜啊，那我也来首粤语吧。不想听你唱，你就跟我合唱。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唱啥样，我把舞台交给你，那不都废了吗？美丽的神话。你看，你都这么远，你都听不到你自己的声音吗？你这听。美丽的神话可以不？啊，你要跟我唱美丽的神话？对，孙楠韩红版的。你知道这歌多难唱吗？你敢挑战吗？你确定你敢挑战吗？敢。孙楠的音有多高你知道不？就我一段你一段呢。可是那个很高啊，你确定能唱吗？我反正啥很久都没唱了。很久都没唱，你敢在我的舞台上唱，你真的是零零后，你的胆子大啊，你真的是。你胆子大得很啊。啊，要不要听他唱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唱什么样啊。你学过唱歌吗？学过。啊，他学过，来，那我跟你一起合唱一首《美丽的神话》啊，是吧？来，准备好，《美丽的神话》能听到吗？能，声音要大点吗？能听到，清楚吗？清楚。来，这是小伙子，零零后的啊，肚子咋这么大呢？来，怎么这么小声？伴奏。
下面是你的亲朋好友吗？他们都是观众，一起来。哦，来。梦中人，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。Have a tonic。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别紧张啊。每一刻孤独的承受，只因我曾许下承诺。你我只是熟悉的感动，爱就要苏醒。万事沧桑，唯有爱是永远的生活。潮起潮落，始终不悔。真爱的相约，几番苦痛的纠缠，多少黑夜执着，寂寞双手让我和你再也不离分。你刚刚好凶啊，他这样对我，唱，你给我唱，打到我的手，吓我一跳，我还在认真的听你唱歌，你给我。镇上雪，冰封的爱恋，真心相拥才能溶解。风中摇曳路上的春去春又来，岁月笑我痴狂，心如钢铁，人世间荒芜，思念永相随。潮起潮落，始终不悔。真爱的相约，几番苦痛的纠缠，多少黑夜挣扎，紧握双手，让我和你再也不离分。OK， 非常好啊，来。不能再唱了，这不能再唱了啊！你叫啥名字？我姓石，鱼字不出头。你的灯牌有十级了吗？灯牌还没有吧？那你可以出去了。我这里才十几岁才能进来的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混进来的？啊！都说推荐让我唱首歌。谁让你推荐唱首歌？自己也想唱吗？咦，这是来，这还没有十级分灯牌，怎么来到我的舞台的啊？来。